赞叹你的荣美，用你的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你是基督的幕后的现在现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身体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感谢你，亲爱的主，你是永活的主，你就在这里，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献上给你，只愿得着你，跟随你，侍奉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着基督，有我得着你。感谢你，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侍奉你，不回头。一生做你
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是的，爱我们的主，拯救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主，我们今天献上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主啊，愿你全然得着我们，祈求圣灵今天自由地在我们当中运行。愿真理的灵，圣灵今天借着你的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求主赐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愿主得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罗马书系列的最后一讲。在前面从第一章到十一章，保罗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真的就是彰显出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人是何等的有罪，人是无法靠律法或者靠人的行为能够来到神面前。保罗更以神的福音不为耻，告诉我们这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借着耶稣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借着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使我们只要相信
因信称义，能够来到父神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的身为神儿女的名分，而且神又以他的圣灵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乃是靠着圣灵的恩典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再从一章到十一章，保罗就是说出我们这个整个救恩救赎的原因，救赎的经过跟救赎的结果。因此在十二章到下半段十五章，保罗从神学理论进入我们生命中如何活出我们的新生命，如何活出一个重新建造被神拯救的人的生命。所以因这时间，我们今年只讲一到十二章，今天甚至十二章我只能够说第一跟第二节，以后的来年我相信神会再次的安排让我们继续的研读罗马书的下半部，直到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行出神的话。那么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好不好？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成全和喜悦的意。 Amen。 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之前，在十一章的后半段，保罗回想到神所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救恩，而且在跟以色列人的这个计划，在十一章三十六节，他再次的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就是耶稣基督，倚靠他，归于他。他献上敬拜赞美之后，他说，所以，这个所以就是根据一到十一章神所做的，神在你我生命中所做的。所以弟兄们，这个弟兄并不代表只是弟兄，姐妹也包括在里面，反而其实这句话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说的。我以神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身体的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要看到，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至今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全人献上属于神。那如果我们这里讲到当保罗写这个书的时候，听者一般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立刻讲到活祭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旧约的献祭。在旧约的献祭里面，他们被要求，旧约里面有五种祭，就是燔祭、赎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祭，但与旧约的献祭来讲，一般犹太人就知道献祭必须要选一个无瑕疵一个完美的动物，就是公羊或者是公牛，献上给神，而且是必须要杀死然后献上，甚至烧了献给神，一次烧了就完了。可是在保罗这里讲，在新约里面，新约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约可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新约里面的献祭，在保罗这里讲到是活的祭，不是死的，是活的，那旧约的祭是要用动物来代替的，可是今天这个新约的月祭就是你不可以找别人代替你，那你要你自己全然献上，你就是那个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不是一次觉知信主以后你可以随心所欲，而是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全然属于主，你的整个生命是属于神的，而且不是一次，而是天天的献上，时时刻刻的献上。就是尤其是遇到你生命的关口，遇到试探的时候，你是否还是全然顺服神的话。所以这里，今天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再讲很多，但是很快的，今天我要讲的很多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保罗叫我们全人要献上，我们今天不再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从此刻你信了主之后，你要全然归于主，会为主而活。当你是一个新人新生命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定要有改变，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里刚才我讲的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我们这里要看到不要效法世界。世界呢，其实在这里，世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表达，但是在这个这里说不要效法世界，它的原文跟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的原文是一样的，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这个世代这个字的原文跟今天说不要效法这世界的原文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就代表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所面对的这一切，等一下我会再继续说不是只是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地球世界，不是，它是讲这个世代。好，那效法原文是跟同行仪或者是同化。我看要请大家看一个图片如果家里有孩子玩这个 Play-Doh 这个我想大家都不陌生那这个 Play-Doh 它也有很多的模型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一个动物的模型，它就把这个粘土就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压压压，就压出一个形来。这里说不要效法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去学或者去妥协或者去模仿或者不跟这世界同流合污的一样就是说这个不要效法它是一个命令词的口气，就是说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扛卫我们今天所的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当中知道自己属于神的吗？阿们。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接着下来下半部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圣经有告诉我们，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里说，世界的神弄瞎了不信人的心眼。弟兄姐妹，很多我们周遭的人，甚至我们为我们心爱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看到，因为他们的眼睛是被蒙蔽的。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面对属灵的征战，甚至当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同活在一个物联之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他们眼睛是被蒙蔽的。所以当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要凭血气的去带领他们，凭血气的去说服他们，凭血气的去要求他们。所以因为这世代的神是蒙蔽了那些还没有信主人的心眼，所以这活在这世代的人，这个世代是在恶者的掌权之下，这世代的人是被蒙蔽的，那么我们更不应该去效法这些还在黑暗中的人。以弗所书甚至在二章一到十节，你回去自己看，甚至这里讲到以前你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都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领袖。而且那个空中掌权领袖，保罗说就是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弟兄姐妹，甚至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这里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爱世人，有不一样不要爱这个世界的这一切能够给你的，但是我们要爱仍旧在黑暗中迷失的世人。这里讲说，因为
世上的事，凡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世界？除了刚才以上所讲的，世界握在二者的手中，二者蒙蔽这世上的人。三，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若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我们更要明白，弟兄姐妹，你我今天 刚才举手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神把我们从黑暗中怎么样拯救出来，从黑暗进入光明。弟兄姐妹，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是要影响世界，不是效法世界而被世界影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清楚，不只是不要效法世界，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原文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态度、理解，这包括从我们心发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道德观。那更新而变化，在希腊原文，它不只是说改变 changed 而已，而是它这个更新而变化的原文，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蜕变。有谁看过毛毛虫变成蝴蝶？完全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们读，那是信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毛毛虫，我们是蝴蝶。毛毛虫吃的是叶子，毛毛虫爬的是爬在叶子上面，蝴蝶是飞，蝴蝶吸的是什么？花蜜。所以弟兄姐妹，生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心意更新，就像一个毛毛虫变成蝴蝶，从一个黑暗当中被罪恶掳落的人、压制的人、没有自由被捆绑的，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是一个得胜者。阿们，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到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4:21-24，好不好？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脱去你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世意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意转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前面 Maggie 牧师甚至Rex 老师都说了，那个改变是不是360，是180。要悔改就是方向，人生的方向也改了，离开黑暗走向光明。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的心思意念上面就有一个改变了，不再跟以前一样了。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旧人，心智改变一新，穿上新人，如主的形象。弟兄姐妹，当神造人的时候，神以他的形象造人，可是人因的罪堕落，今天你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跟这世界的人没有差别，我们受了这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风俗、世界的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成为就像毛毛虫。可是耶稣基督来，他要我们恢复我们他造我们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改换一新的时候，就像施洗约翰说，愿主兴旺，我衰微，就是让我这救我过去的我的老我是越来越衰微，愿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活出来，使到我们可以说，至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阿们。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你，因为我们人是败坏的，即使信了主，若你还不跟随主，你也是会回到世界，
这个我们曾经看过也见过。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除了在主以外，在主以外什么也不能，什么也 不能够做，也不是。所以我们必须信的主，我们持续的要我们生命更新，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让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像一把泥交在神的手中，他就是陶匠，他按着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恢复我们那原有的形象。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要看查验或者是明白神的旨意，这里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相信我们当中小组长或者是牧养工作的，常常会有弟兄姐妹来问牧师啊，或者小组长啊，或者是姐妹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那今天很快的，我们首先看什么是神的旨意。首先我们看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你信了主，这个是神已经很清楚写在圣经上的旨意。上面我有写了经节，但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每一个经节念，但是一个普遍性，神对你跟我，无论我们生命的任何阶段，只要你信了主，这个普遍性的旨意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一，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要领受教训，我们要是一个受教的人，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只要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旨意就会能够分别出来，然后要成为圣洁。没有只有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小组长要成为圣洁，是每一个，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每天都可以用到的，就是帖撒罗尼亚前书五章十五到十八节这个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好不好？这个经节，来，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清不清楚？很清楚，就不用再说了。好，接着下来，为神行善，因为神的旨意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然后为主传福音，这些都是普遍性的神的旨意。所以不管你刚信主很久，你是组长还是你只是一个平信徒，或者是每一个人，这个神的旨意是给每一个人的，这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好，那我想大家说，哎，这个我知道，我要问的不是这个。很多人来找牧师或者小组长要问的是什么是神的旨意，都是比较针对性的啊。针对性的呢，那就说不完了。哎，我是否应该拿这个工作？圣经没有讲啊。我是要去 ABC 公司还是去 CDE 公司啊？我应该要嫁给这个人还是我要娶这个人？这些都没有。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原则，圣经的确没有讲这些，但是有一个原则。好，我们看了普遍性的针对性，我接着下来我们在看的时候，如何去查验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好，首先无论是普遍性的，神已经在圣经里面讲了很清楚了啊。那现在我相信大家讲的就是针对性的，我们要如何知道神的旨意？首先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朗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读者，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神的原则、神的属性、神做事的原则都在圣经里面。查验原文就是说要印证或者证实 proof
证实什么是神的旨意，怎么样证实，就要用神的话，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对证，以圣经为准则来评估我们的想的意念，或者我们所谓心中的感动是否属于神的旨意。我曾经说过的，就是我的妹夫他是新加坡空军里面的战斗机的机长啊。那么他告诉我们，他在训练的时候，战斗机就是不是这样平飞而已，他们要是很多花样。其实他说，当你在飞到天上的时候，无论有云没有云，他说只要你一飞，你在转来转去的时候，你整个我们头脑里面的上下左右全部是不能够分辨的，因为 你一开眼睛，你看到的如果在云中都是白的，如果你在空中一看呢，都是蓝色或什么，甚至你飞机是倒着飞的时候，你不可以感觉出来的。它要凭什么？凭那个飞机里面的一个仪器定位器，它一定要看一转的时候，它要看回那个定位器，它是反的还是左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定位器仪表就是圣经，不要凭感觉，不要看环境，因为环境感觉会误导你，只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指南，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Amen。 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世界都一直在改变，世界的风俗、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道德观都一直在改变，唯有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改。我们要用以不变的来面对一直在改变的世界跟世界的观念。 Amen。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话，你必须要知道神的话。我之前真的常常告诉我们，买了一个新的任何东西，他一定这份货先看 manual， 先看指南，不要自己就随便去到设法去做。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若要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特别是针对性的，弟兄姐妹要回到神的话。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大声来：凡只有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研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真正的在我们里面被消化，然后行出来。弟兄姐妹，你还要行出神的话，若你不行，只是知识上的，这个神的话在你生命中是没有力量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他来告诉我，他说他听了很多见证，说哎呀，神怎么祝福那些奉献的交十分一的弟兄姐妹。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面对我经济极大的困难的关口，我想去买，在新加坡不是 649， 我们新加坡就好像649好了，我想去买649。我跟神说，如果你让我中，我90%给你，我拿10%。弟兄姐妹，他的心是愿意，可是他对不对？那请问他会不会中？感谢神没有中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我们刚信主的人，包括我们都会用人的想法去认为我要该怎么做。只当你认识到神的话，很感恩哦，这个基督徒他后来他明白，知道以后，他真的是按着神的话去做，虽然非常艰难，但是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看他的生命都一直在成长，所做的决定是越来越成熟。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弟兄姐妹，若我们越懂得神的话，我们越顺服，我们越行出神的话，神自己
圣灵借着圣灵会带领我们。因为这里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耶稣说只要等真理的灵来，他会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并要告诉你将来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我刚才说圣经是的教导是我们来引导我们去知道是否神的旨意，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是不会跟圣经起冲突的。阿们，因为是会符合的。所以当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平安，我们知道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带着顺服的心去学习神的话，圣灵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每一天，这是我个人的每天早上的祷告，我说人神让我在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仰望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主因为我倚靠你。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不只是读神的话，我们更要学习安静在神面前。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当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能够辨别。弟兄姐妹，我知道我这个你比喻你们听过，但是我要再说，当一个在银行里面做柜台算钱的，他怎么训练他辨别真钞假钞？他只让他一直摸真钞，每一个真钞它的水线、它的形状、它的值，摸到它，只要一摸到跟这个真钞不一样，他立刻能够辨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知道哪些不是神的话？只要你一字研读，你背诵，你默祷，你默读神的话，你行出神的话，只要你一碰到不是神的话的时候，你的灵在你里面就立刻让你知道不是，不安全，不对，不行。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心中的平安借着圣灵带给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属灵长辈的建议或劝告，我们知道尤其在我们生命中十字路口关口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如果神感动你可以寻找属灵的长辈来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曾经知道的也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他没有找属灵长辈，他却去上网去找什么群什么群那在婚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听到的周边呢，不一定是在线上，周边的人就说你的 You only have one life, you have to be happy 那就说好了，我现在我已经跟着你这么多年，我这么辛苦了，我现在要为自己而活了。弟兄姐妹，很多这种甚至青少年上网听着世界的声音，就慢慢的离开神。我们要以属神的长辈或者是神家的人，在小组里面把你的需要提出来。如果个人的比较属于个人的，可以在你的组长私下真的一起祷告，求神帮助你。这是一个神的属灵的家，不要找属事属世界的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无论是如何的时善，但是只能够带领你离开真道。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刚才我们知道了，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心中是否有平安，然后属灵的长辈的帮助。弟兄姐妹，我还要讲一点，当我们寻求属灵长辈的曾经有一个人来找我他家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用神的话跟他分享，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他不是他要的，他再去找找找找找，不只是找当地的，找到跨国的，终于有一个传道人同意他的想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寻找的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不是世界人怎么样去妥协而带给你的那种你觉得你要的。我当信主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心态可能你们没有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刚才不是说借着圣经知道神的话吗？那我就会这么做。非常要不得，是错的，绝对是错的。所以我有没有听啊？有啊，牧师告诉我要借着神的话，可是方法错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当然有的人说环境印证，这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弟兄姐妹，环境的印证不会跟神的话是相反的。首先一定要是神的话，然后圣灵，然后主神长辈，你心中的感觉，然后印证，最后环境。弟兄姐妹记得在圣经里面，耶稣叫门徒到对岸，他们上了加利利海，这个故事你们都懂了。到半夜怎么样？很平安吗？大风浪，他也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有没有听神的教导？有啊，因为耶稣叫他对到对岸啊，他们的确是按着耶稣的吩咐去啊，他们也是遇到风浪，甚至有一次耶稣是跟他们同床，在这个同船上的床啊，也遇到风浪，耶稣还在睡觉嘞。弟兄姐妹，环境不能够百分之百来印证这是神的旨意。因为我曾经听过刚信主的人告诉我，主若是你的旨意，我从这里到那里就是那个 traffic light 全部是绿的，一路绿，顺顺顺顺顺啊，神就是你的旨意了。可是有的时候我开车，我知道我去做我该做的，每个都是红灯呢，那是不是我要一半转回头？弟兄姐妹，环境不能够完全来印证环境，神有的时候允许环境，但不可以用百分之百用环境。阿们。最后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做这个决定，你是否知道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问你自己，若耶稣在我的处境，他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第二，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所以今天我做的选择，我做的决定，是否能够造就人？问自己。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问自己说，我今天做的这个选择，我做的个决定，是否能够荣耀神，还是只是满足我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要你开车一路顺风都是绿，也不是说把了圣经里面随便找一找，找到你合适的。但是我很感恩弟兄姐妹，神是很奇妙的。我先讲一个很快的，也是一个刚信主，其实也不是他那段时间，不是已信主一段时间，一个基督徒，他被他的亲戚委托他办一件财务上的一件事情。在办这个财务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办得很顺利，而且超过托他的人所办的。那换句话，细节我不说，换句话说，他可以额外的赚一笔钱。那么如果他这笔钱进了自己的兜呢，那个亲戚都不知道的，因为一切都按着他亲戚去处理。可是呢，这个基督徒他是敬畏神的，当时他生活遇到极大的关口，他需要一笔钱，他挣扎，他可以说，哦，神啊，谢谢你额外的祝福我，这笔钱可以过关了。可他心中没有平安，神就让他想到使徒行传里面第九章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处理田产的问题，把一些钱收起来，没有说实话，神就用那个故事指示他，他不敢，他顺服，
他知道他需要钱，他不是从这样的方法来拿钱。他诚实的把这件事情交代的清楚，你要托我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全做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多了这一笔钱出来，实实在在的就按着神的旨意去做。感谢神，他的亲戚很感恩他，他是义务的，替他办了这件事情，还办得很好，不只是把他的额外的钱给他，还多给了他。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不会亏待我们。但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得祝福我们才顺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还会受亏损，但我们要坚持，就是持守神的话，即使是蒙福还是受亏损，还是被世人看不起，或者是有得祝福，我们还是要坚持持守神的话。因为到最后，我相信如果他亲戚没有给他这笔钱，我相信神在前面会赐给他更多，因为他已经被证实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忠心，他是一个诚实，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祝福他。阿们。所以我们不要靠世界的观点，世界说、哎、白拿白不拿，说话也不一定要说到百分之百，有、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哎、有点灰色都可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黑白分明，我们不说不诚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做这个主导文，所以最后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我们全然相信神的美善。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9章11到13节，来，时间关系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爱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葬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必被寻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仇敌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影响，神是要惩罚，神就是 要给我们为难。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不敢求神的旨意，因为如果我求神的旨意，神要派我到非洲；若求神的旨意，神要把我派我到平巴度去做宣教士。 No， 神要的是要赐福你，神的旨意是超过我们人的旨意，我们一定要相信，因为神是良善的神。阿们。神既然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他留着不给我们的？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第二很重要，我们要敬畏顺服神的主权。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家庭，他要寻求神的旨意，他来寻求牧师，我寻求神，他只是要等你盖章，因为他已经决定了他要怎么做了。但是神，我们是要，弟兄姐妹，我们是要来到神面前听的是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的是神的旨意是完善全 美好的，我们要顺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神你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很希望神从现在就把我们一生的计划都给我们看到。 No， 神不会这么做，神是一步一步，你每一次顺服到哪里，你已经知道了。刚才我讲普遍的旨意，他刚才有听到吗？普遍的旨意，神的旨意都知道了啊。神要你先顺服遵守神普遍的旨意，你的这旨意已经讲明的指引去做，你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针对性的旨意神一定会带领。如果你已经知道的你不听，很抱歉，你会原地绕子，直到你听神再能够继续带你，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像以色列人绕40年，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最后我们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像那个弟兄，你叫他那个钱要交上去难吗？跟你讲，很大的挣扎。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选择要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力量一定降下，让你能够行出他的旨意。
因为神要你经历他是信实，他是慈爱，他是你的供应者，让你经历的时候你顺服你走，下一步神就会在引领。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首先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成活祭。只有神，当我们全然献上我们自己，委身在你面前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委身说神啊，我们愿意敬畏你顺服你的时候，神你必定要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让我们厌恶你所厌恶的，喜爱你所喜爱的。祈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越像你，让我们因着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的话，神你会帮助我们来查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一个关口你要我们做的事。谢谢主，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咱们以感恩奉献的心来继续敬拜，咱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给我们生命且是丰盛的生命，感谢你对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更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好的牧者团队，爱你的小羊带领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我们有什么能给你的呢？求你悦纳我们向你所献上的，因为这是我们甘心乐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啊，若是您初来教会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先不用作难，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现在还是有三种奉献的方式来奉献。第一个呢，您可以邮寄您的支票到咱们教会的办公室。第二呢，您可以上咱们加略山教会的网站去奉献，选择中文部。第三种呢，最简单，您现在就填好奉献袋投到后边的奉献箱里就可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度祷告，请。圣洁的父啊，你用圣洁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我衷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直到如今都维系并赐福我们有幸福和谐的家庭、虔诚爱主的教会和以主为上帝的国家。主啊，全能的君主，你的怜悯无可比拟，你的智慧难以测度，你以无法估量的良善和忍耐对待全人类。在正接近一年尾声的时节，我们在你的国度享有丰富的资源、安定的生活和美好的环境。对这些我们每日享受的慷慨赐予，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源自何处。这都是全能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巨大力量，即使是刚硬的心都会被穿透软化。因此主啊，我呼求你，全能怜悯荣耀的三一真神，愿你倾听我的祷告，借着你恩典的大能，继续阻止病毒的传播，平息战争的纷扰，让世上的人们都能归顺到你的面前。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念到您的名字的时候啊，麻烦您起身，我们一起来欢迎您好吗？第一位是位弟兄陆刚，陆刚，欢迎你，陆刚，欢迎陆刚，欢迎你，啊，请坐，耶稣爱你，啊，第二位伊娃正，伊娃正，嗨，欢迎您，伊娃，太好了，欢迎您找到家了，还有一位是一位姐妹，叫张静，张静姐妹。嗯，张静，欢迎你，欢迎你，太好了，耶稣爱你们啊！新朋友，请你会后留步，我们有同工呢服侍您，介绍咱们的教会，为您做祝福祷告。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报告事项要跟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呢是，11月26日周六晚上7点到8点，
是咱们教会的每个星期一次的祷告会，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线下呢就在楼下的 Fireside Room，请您参加，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这是神所喜悦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牧师节的报告，我们请 Daniel 弟兄来为我们报告一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今天呢看到很多新来的朋友，我刚好趁这个时候呢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牧师群。我们是中英文部一起同工，在神的带领之下一起建造这个神的家。我们首先呢要介绍我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Steve， 他在的话我们就请他上来。我们等一下 Pastor Steve could you come in？ 这是我们的中英文部的主任牧师。今天是牧师节，是我们教会一年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来为我们的牧师感谢跟祷告。平常都是牧师为我们祷告，我很 exciting 哦，今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牧师来祷告，感谢主，阿们。我们还要介绍我们的 Pastor Susan， Please come in。 Susan 是我们 Steve 牧师的夫人，她是嘉义山研究与创新部的牧师。那我顺便我还介绍有一些牧师不在我们当中，我还是要提一下。我们还有呢 Vance 牧师还有 Deb， 他们是嘉义山的关怀部的牧师，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关怀的部分，他们可以帮忙的。我们还有我们中文部的 Mary 牧师，请我们 Mary 牧师也到前面来，感谢主。牧师请你上来这边，请站着。当然呢，除了我们中文部的牧师以外呢，我们还有 Heather 牧师还有 Kurt Roman， 是我们嘉义山敬拜部还有行政部的牧师。最后我们还有学生部的 Brad 还有我们的 Marissa， 是我们学生部的牧师。我相信很多孩子都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成长，在神的带领之下还有他们的带领之下成长。当然我们感谢主，神特别爱我们。我们中文部呢现在是中文部的助理牧师，将来明年将成为我们中文部的牧师的 Maggie 牧师，我们也请 Maggie 牧师。还有李波传道，李波你也在，你也请上来吧，感谢主。我们现在呢要特别的感恩我们要请我们的小朋友来我们的牧师当然是 Maggie 牧师我们的 Mary 牧师还有我们的 Susan 牧师来为他们献花，我们一起拍手。感谢主哦，我们教会呢对我们的牧师群，我们会众我们请起立。我们现在呢有机会，我们今天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来为我们的牧师来祷告。感谢主，我们可以开口，神说我来带领，我不敢，我要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牧师祷告。平常都是牧师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求神来保护我们的牧师，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带领我们的牧师，主啊你亲自拣选他们成为你的带领，在我们教会中带领我们，主啊 你让他们成为牧羊人，主啊我们爱他们，我们爱他们，谢谢他们平常为我们所做这一切，主啊你祝福他们，不但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壮。神啊在你的国度里面为你来服侍神的事工，我们荣耀归给你，他们手上所做的一切愿神都悦纳。主啊祝他们的家庭，祝他们的身体的健康，祝他们的一切，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谢谢他们所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众会众如今天站在这里一起为我们的牧师来祷告，求神你来看顾他们，求神你来照顾我们的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感一灵，成为合一的家庭，我们是一家人，阿们。赞美我们的主，荣耀归给阿爸父神，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荣耀尊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请牧师请坐，弟兄姐妹请坐。特别还要再补充报告一下，
这一年一次，除了我们为他们祷告以外，如果你有感动，在今天的奉献上，就这么一次，你可以特别在你的奉献袋上写上感恩牧师奉献啊。如果你没有感动，也不要做任何事情，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阿们。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牧师平常为我们所做这么多，并不是为了金钱，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感动，教会一年只开放这么一次啊，你就啊在十分之一以外的特别的奉献，那么如果英文你就写下 Pastor Appreciation， 注明一下啊，把它分开，感谢神，一切颂赞尊荣都归给你。最后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牧师。谢谢丹尼尔大哥，这是我们使用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道理。Mary 牧师说的 ，What would Jesus do？ Jesus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这个适用于我们对牧师的感恩奉献，还适用于下边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报告，是圣诞节要到了。关于圣诞节的精神，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圣诞节的爱心奉献，是咱们五旬节圣洁会的一个活动。那以25块钱为一个单位做捐献。那您要是有感动的话，那您可以捐献。我们会有这个单张发给您。分享基督最宝贵的礼物，是我们爱人爱神行在神的旨意中最好的表现。那下面我们请 Pastor Steve 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节，牧师也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教会的牧者团队。也感谢我们教会所有的牧者，中文英文部的是吧，一起呢跟着这位牧师还有苏赛之母他们一起来服侍英文部的。Also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your love and support on a day like today. 也感谢大家的慷慨的奉献，就像这样。Today we conclude our Romans series. It's been a wonderful couple of months of teaching. 今天是我们罗马书的最后一讲，我们非常感恩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教导。The book of Roman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books in the entire canon of scripture. 罗马书呢，在整本圣经中是一最棒的书。This wonderful balance of the things we believe and how we live out those beliefs on a day-to-day basis.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这是我们相信什么，以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出我们所相信的。I pray that you've been enriched and strengthened in your faith. 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收获，坚固了大家的信心。Next week, I start a brand new Advent series. 下一周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了降临期的。Called Searching for Christmas.我们在搜寻圣诞节。Yes, you heard me correctly. I said Christmas. 你说对了，你理解我对了，我圣诞节。It's hard to believe we are walking into that season together, but it's exciting. 真很难想象我们已经又进入了圣诞节。Next week we'll have invitations for you to be able to invite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nth so that we can believe God for people's lives to be forever changed.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邀请你的朋友来，通过下一个系列的讲道，也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Would you stand with me as we close in prayer, praying the Lord's prayer today, together in unity? 我们一起合一，同心合一的诵读主祷文。Let's pray. 我们爱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The Lord caus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永远的照你。The Lord grant you His peace and fill your hearts with hope. 赐你盼望，赐你平安。Walk in the power of your word. 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大能中。In Jesus' name we pray.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Amen. Amen. Let's sing together as we close. 再赞颂。咱们再欢呼敬拜。
光明自由，敬拜声一如中气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清楚的幕后的心在今在永在的主，尽心敬拜你的圣欢呼，羔羊被老去，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亮全心，心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心在今在永在的君王。Amen， 哈利路亚。大家请坐，默祷，我们下周再见。